안녕하세요. 我是 Vivian 黄祖贤。然后这次已经是 Mission 14，再多一个食物我就已经啊 freedom 了。这么辛苦的熬过来，啊，跪着都熬过来了啊。所以这一次我带来一首周信哲的《你好不好》。然后呢，这首歌会唱是因为这首歌就是一出了嘛，就超火红、超夯的，所以我也要跟着那个时代走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次 video 我们还是要以150个 like 还有45个 share 来做 target。所以还是要麻烦你们帮忙 share 帮忙 like 哦，叫你朋友哎帮忙 share 帮忙 like 一下。然后上一个 video 你们真是太棒了，爆表哎！我看我直接傻眼啊，太爱你们了。所以话不多说呢，接待这首周信哲的《你好不好》，拜拜。
那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聊，你好不好？还要不要？答案我却不敢揭晓，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，陪我闹，别有离开叫我持续的最重要。别说你曾经爱过，让我们回